广东人给人的印象就是有钱的吃货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好像没有什么是广东人不敢吃的。遍地的大排档和茶餐厅也让广东变成了美食的天堂。广东人喜欢安逸的生活，性格温和友好，但也吃苦肯干，做事精明细致，再加上离港澳近，所以人们往往觉得广东人的思想观念更开放。